这边最多同时礼拜三来过六国的人，蛮好的，有意思。北京怎么会知道铁花？有朋友来过。那我们日本的朋友也是台东的朋友带来的吗？在玩，啊，对，怎么想到来铁花？铁花是？他在那个网络上看到。OK， 好。今天的演出的方式叫做唱作俱佳。唱作俱佳是铁花村最没有形式的演出，基本上它是很 free 的，就很自由。刚我们进来就应该看到外面有个黑板，对，我们黑板上面就会让人家去填写，这样像我们的俊宇，他只要带自己的乐器，你要准备好，我们就很欢迎上来唱首歌。铁花村非常的希望，就是我们拥有的这些资源可以做分享。不是说上这个舞台只能够什么歌手啊、什么歌星啊什么来唱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我们提供每个礼拜的礼拜三，我们就提供一个这样的时间，能够跟大家去分享像这样的一个。一个时间，然后无关唱的好坏，只在于你愿不愿意做音乐上面的分享。当然其他也可以，有人表演过魔术，对，有人表演过什么其他的，还有表演过求婚，都蛮好玩的。好，我是卑南族人，我照例我的三首歌我都一定会唱一首卑南族的歌。Yeah.
定要写吗？好，基本上我们的歌有非常多字，多是虚词。端看唱这首歌的人的心情去感受。不过，这首歌里面唯一有意思的只有两个词，一个是简单讲就叫做帅哥美女们，对，关老板，谢，好，那。唱出家两年多，我觉得每一次我都很高兴。我想做，就是单单就我们的音乐做一点分享。其实那个分享没有什么其他的，太多的意思，背什么民族意识那都太重。但是只是让人家觉得，就是说一个卑南族，在台湾了不起就一万多。不到两万人，对，但是我们的音乐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的方式去展现，然后给人家不同的感觉，不管你们怎么听，对，今天唱的我今天可以说比较嗨啊，所以唱这首歌我会觉得比较兴奋，对，它也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收获季里面的一些很主唱的歌曲，好。OK， 好，像日本朋友来，然后我想唱日本歌，然后我觉得很危险，对吧？因为倒是可以去弹。现在唱都还在唱歌的一个歌手，我自己白天有自己的工作，可是每个礼拜有一段时间可以让我去把过去的一些歌曲去想，然后去唱出来，那对我来讲其实是很好的一种，不管它是回忆，不管它是想象，它对我的释放工作压力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。唱这首歌，我有一段时间没唱这首歌，它是周华健的歌。没有永久的爱情。
忘记让我伤心的你。哦哦哦，没有永久的爱情，没有永久的让我伤心的你，让你远离。伤了我的心，或许在无意间我曾经告诉你，也许一切已过去，但我不曾忘记当初你是如何走入我生命。没有永久的爱情，没有永久的回忆，我想我该忘记让我伤心的你。哦哦哦，没有永久的爱情，没有永久的让我伤心的你，让你远离。让我伤心的你，哦哦哦，没有永久的爱情，没有永久的回忆，我想我会忘记让我伤心的你，让你远离。